为什么当年山口百惠结婚那么轰动？看完这组老照片，你就明白了，真的好怀念那个年代。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爱的彻底，爱的单纯，他们的爱情故事时至今日成美谈。岳母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那么，为什么当年山口百惠结婚那么轰动？看完这组珍藏的老照片，你就明白了。从山口百惠自传《苍茫时分》和全本的三浦友和自传被写起，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爱情故事，同时让读者了解到作者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情。山口百惠有一个不幸的童年，她和妹妹都是私生女，儿时家境艰难，父亲的冷漠，母亲的坚强，童年的不幸铸就一代女神，以至于百惠对美满婚姻和家庭的渴望比任何同龄的女孩都强烈。1974年，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首次合作，为她量身定制的川端康成名著改编的电影《伊豆的舞女》。此后合作的作品有《潮骚》《初恋时代绝唱》《血意》等，这对金童玉女的情侣形象备受好评。当年的山口百惠只有21岁，正是星途一片璀璨时，选择结婚在今天看来已是不可思议了。关键是她还未爱退出娱乐圈，所以才会引起轰动。此后数十年，百惠坚守诺言，绝不复出，成为一段佳话。38年的幸福婚姻，堪称神仙眷侣的存在。祝福他们。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